路加福音4:18-19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主耶稣当年出来的时候，第一篇传讲的信息就是这个信息。而神用圣灵膏抹主耶稣，目的是要他去从事传福音和医治释放的工作。连耶稣尚且需要圣灵的膏抹，更何况我们这些传福音、侍奉神的人呢？我们更是必须要被圣灵充满，才能够做工有果效。你有被圣灵充满吗？你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来服侍吗？今天，让我们就来祷告，渴慕圣灵的充满，靠着圣灵来传福音、医病赶鬼。因为这个世界有许多被掳的、受压制的、受伤的人，需要我们的帮助。